这单是跑腿的，这一份啊，取货，取货。今天也继续做粽子，每天马不停蹄的做哦。明天我们早一点做青团哦，阿天。好啊。对，最近订青团吃青团的也多了，都是跟粽子青团一起下单。晚点出货的时候就挤在一起打包，又忙碌一点了哦，比较赶时间，又要赶快递呀、啊。订单有去哪里的呀？对呀、啊。啊？今天的订单有去哪里的？今天我的订单北京啊，还有一个寄新疆的。新疆的？对呀、啊。新疆那么远都可以寄啊？对呀、啊。两天，新疆两天空运。也可以啊，这个粽子放到两天也没事。对，反正我们是冷链寄出。而且空运还是比较快的，大家有需要买粽子的赶紧联系哦，快端午节喽、快过节了，过来店铺了，现在把订单打出来，忙完就赶紧过来了。好了，现在忙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去跟姐姐约好了中午吃午餐，虽然妈妈不在家，但是我们姐妹俩嘿嘿会约在一起哦。忙完了，走了走了，出发。今天还好哦，没下雨，但是太阳也没有很猛哦，应该雨停了吧，不要再下了，再下人都要发霉了。妈妈没过来，我和姐姐也过来吃素。哇，人很多。今天天气好了，所以比较多人过来吃，出太阳了。妈妈不在家，我真的是一天饿九顿，一顿顶三天了。妈妈不在家这两天真的栽坏喽，都没时间做饭菜。跟姐姐吃饱肚子回到家了，我回来家里面休息一下，待会呢晚一点再出去一起打包。睡了一会精神多了哦，早起呢还是要休息一下的，精神比较充足一点。好嘞，出去打包粽子了。这些粽子都已经冷了，现在开始跟阿婷打包，抽真空，好大一串，我都还没看还有多少天端午节了。几号端午节啊？今天十号是不是？十号啊。它这个真空机，这个胶管好烫的，刚刚不小心碰到烫到手。应该是吗？这里上面吧，上面烫的。它是下面嘞，烫了一下，超级痛。我也搞不清为什么同样是一样的，好像都是那种。对啊、哦、这个新买的还更难用，你那个老式的还更好用。不是一样吗？同一个牌子啊，而且都一模一样啊。对啊，所以说它会跑哎、欸。
是阿翔，你后面这里没有那个什么的，你看我这里有那个，有这个。吃粽子喽，香喷喷的粽子，又软又糯。哇，好香，整颗蛋黄里面还有肉，哇，太香了。就我们的粽子红豆也很多哈。对，还有香菇，我们这个不会说特别松散哦，这个蛋黄哈、哦，现剥的这个蛋黄，已经忙完回到家了。哎呀，待会哦，那个师傅过来修一下家里的门铃坏了，我们家坏了有好一段时间了，所以要过来修一下，刚好约在这个点，所以就赶回来。按一下门铃，看看有没有反应。没响啊？没有响哦。他之前按他会响，但是就开不到。你刚刚是按的是吧？他经常会这样子哦，但最近每次都是开不到。师傅刚刚修了一下，现在他下去了，下去按一下看会不会响，开不开得到。他就喷了一点点酒精哦，应该是最近一直都在下雨，所以潮湿了，还是没有反应了，估计不行了。好像之前也修了一次哦，开到了吗？开到了啊，已经开到了哦，师傅弄了挺久的，弄好了。